美股周四全数收涨，台股迎接2022年封关秀，大盘一度大涨超过百点，但尾盘卖压涌现，加权指数小涨0.37%，收在14137点，涨停加速少，投资人没有追加意愿。全网台积电表现虎头蛇尾。台电先后在美国跟台湾扩厂，更展示3纳米技术。30号股价回神，还一度站回巴菲特防线450元之上。可惜中场没有守住，来到448.5元。而同样瓶盖股的鸿海则收在99.9元，再度离开百元关卡。巴菲特防线呢，它只是一个心理的防线而已啦，哈。所以，这边跌破其实是关系，我想不是很大。失守巴菲特防线，专家呼吁不必担心。但今年整个台股的表现堪称三户的梦魇。实际来看，去年封关日18218点，高点在1月的18619点，而低点是10月的12629点。而今年封关在14137点，等于跌了超过4000点，是史上第二大年度跌点，跌幅22.4%。每位股民账面平均亏损100万元，不可能用这个所谓的旧利空去让市场再度恐慌而破底，所以简单来讲，应该说目前来讲正在打第二只脚。那他认为后续来讲，只要资金流能够再回到科技类股，就简单来讲回到电子股身上，后续来讲就有机会又出现比较长多的格局。专家分析，通膨利空逐渐散去，加上台湾电子业多数在明年下半年就能完成库存调整，兔年台股渴望摆脱震荡格局。下月许志宏方强台报道。